当年是真情饰演高校长一角，自带优雅高贵气质。84岁的林小湛近年定居在加拿大，间中会回香港参与拍摄，永不言休。今年初他曾经被野生捕获，网民上载同他的合照，当时林小湛要坐轮椅代步，健康一度引人担忧。唐文龙近日上载了同小湛姐的合照，见到他穿着黑白色的蝴蝶裙，戴上珍珠耳环，气质出众。唐文龙仲透露他的新动向，仲预祝他未来半年电影和舞台剧的工作顺利。